信和集团同埋华人置业集团早前共同推出接种疫苗抽奖登记活动，开放登记嘅头一个星期已经获超过100万港人登记，亦都好开心见到本港接种疫苗率持续上升，又感谢市民支持今次活动。今次抽奖将会送出共21份奖品，其中终极大奖系观塘海汇全新一房单位一个，价值约1080万。二奖20份，每份价值100000元，包括每份价值港币100000元的预付卡签奖额，或者信用卡免找数签奖额。